能这样？有没有想过西宁怎么办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。钱已经转给你了，早这么利索多好，大家都省事儿。走。我先走了。娱乐。你先别走，你再陪陪我好吗？可是，要不你等我睡着了再走，你再陪我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好吗？那好吧，你先回去休息。李希宁之间恋情是假的了吗？为什么不行动？你管我是谁？你只要知道，你如果想要拆散他们，
我可以为你提供一切证据。他怎么能这样？有没有想过西宁怎么办？西宁，季总，这件事是娱乐做的不对，你们要怎么处理我都无话可说。季总，我建议将西宁获奖的消息立即发布出去，把热度推上去，我连下前脑让他发第一版预告，分散网友的注意力。可以。好，那你们聊，我还有别的事要处理。小七，我跟季总聊聊。好的。你决定好了？嗯，有些东西可以争取，但感情的事没法勉强。公司尊重你的选择。对不起，给公司添麻烦了。没事，等电影获奖消息放出，再加上预告片，应该可以吸引一部分人的注意力。还有，追踪马上就要开机了。等子恒的 MV 拍摄完，你就立刻进组，这段时间好好拍戏。谢谢季总。爱别人之前，先爱自己。你又在偷听什么？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没什么。西宁，季总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。阿秋，你别看网上那些评论了。小七，以前谢谢你，现在我想明白了。想明白什么？糟了，怎么睡了这么久啊？哎，都怪我。娱乐，你赶紧回去，跟西宁他们解释解释。